三子，你跟着大哥好好干，我保证以后把这家伙送给你。嗯。哎，大哥，你啥时候跟俺三子姐结婚啊？就是啊，啥时候结婚呢？哎，臭小子，俺都不急，缺小倒急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俺啊跟你三嫂姐都商量好了，等打走了小鬼子。 真的，可是，俺感觉那个汉奸对三三姐有那意思。上次他放咱们一马，就是为了讨好三三姐。那个韦记小队长，嗯，嘿，那小子就是剃头挑子，一头肉。要不咱下次去葛庄的时候，搂草打兔子，宰了这个狗汉奸。拿他容易，留着小子呀还有用啊。 局长，哟，局长，要给俺们安排任务，这帮小子闲的手都痒痒了。局长，下任务呗，倒磨的可厉了。怎么，休息几天，猴子屁股走不住了啊？哎呀，局长，这帮人就不能闲呐，这一闲啊，这帮小子就闹事儿。谁让你们闲的了？哟，局长，这回安排打哪儿啊？ 练兵啊，练兵！哎，你看呐，你们这个短枪班呐，现在啊，这个人数是可以了，这个素质远远不行的。你看啊，这个有国民党警察，这还有卖烟的，有货了啊，还有这墨匠，这人呐都是好人，政治要求也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呢，有的连枪都不会打，你说我能放心吗？啊，小强呐。 要把这个短枪班呐锻造成一个锋利的匕首，不出鞘则已。只要是一出鞘，就得狠狠地扎向敌人，把他们炸死。行了，局长，我明白了。我下午就带着这帮小练兵，你看看烟。好的，这么着，局长。 您这是上街买东西啊？田队长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您尽管说。哎呀，不敢。那个还是为了桑桑的事儿。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是实实在在的看上他了。我知道他已经定亲了，没关系嘛，那可以退嘛。任凭对方出多少彩礼，我一并奉还。 哪怕加个10倍8倍的，我都愿意。那媒婆没跟您说呀？确实不忠啊！桑桑他已经有人了，定亲了。姑父，你这样，你回去你拉个单子啊，我需要出多少我全出。这样不行啊，田队长。姑父，我求求您，您帮我这个忙，行不行？ 桑桑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赶集那天，你在家里都干了些啥呀？没干啥呀，就洗洗衣服，晒晒被褥。胡扯！田队长都告诉我了，你在家里藏了几个男人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那都是以前给我爹干活的伙计，都做小买卖的，累了来家里歇歇脚。你还撒谎？他们都是，这个是不是啊？ 是，是又怎么了？他们替咱们打鬼子，我能不保护他们吗？哎呦，丫头，这可咋办呢？啊，你大祸临头了！你还说咋了？窝藏八路那是要掉脑袋的，一下子藏了好几个，你有几颗脑袋呀？
桑啊，就算姑父求你了，你就答应田队长的婚事吧，咱们惹不起他呀，你不答应，他把抗日的罪名都安在咱们头上了，咱们全家都要被他祸害啊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没事啊，这里面请，请稍等。报告，田队长，有位姑娘找你。知道了。我说刚才听见喜鹊叫呢。你怎么来了？进屋去吧。不用了，我有几句话说完就走。哎，你在这儿说话不方便。桑桑，坐吧。你少来。咋了？那件事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干嘛还让媒婆来我家呀？还拿枪威胁我姑父，你啥意思？谁威胁他了？我就拍两下枪。那跟威胁有啥区别啊？桑桑，我真想把我这颗心挖出来，我让你看看，我喜欢你。打上私塾那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你了，这天下的女人多的是，我谁都看不中，我就看中你了。田队长，我今天来就想跟你捅开窗户说亮话，咱当面锣对面鼓，我最后一次告诉你，咱认识归认识，朋友归朋友，但是让我嫁给你绝对不可以。生气了？生气了更好看。反正我也把这话说到底儿啊，我这辈子就认准你了，除了你我谁也不娶。挑的，你咋这样啊你？哪样了？我田耀德一直就这样啊，别的事情我都可以依你，但是这件事由不得你。我田耀德看上的女人，我就是死，我也不会放手。田耀德，你当个破中队长，你还了不起了你？我是当个破中队长，啊，就是这个破中队长也是你让我来当的，我是听了你的话我才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是两码事儿，我告诉你。行了，嫂子，咱别的话不用多说了，是吧？我知道你看不上我，啊，我也不能太强人所难，但是我得把话搁这儿，啊，只要我田耀德还喘着这口气儿，我就不会让你成为别人的媳妇儿，信不信由你。三三。三三，三三，你是不是有啥心事儿啊？秋竹，你心里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你问这干啥？咱俩是好姐妹，你就不能告诉我吗？不瞒你说，俺这心里啊是有个人。那要是有个人喜欢你，你不喜欢他咋办啊？那还用说，不理他呗。可是你不理他，他理你啊，他整天缠着你，咋回事啊？不瞒你说，我就遇上这么一个男生。咋了？不跟你说。啥？田晓德。这可咋办呀？你得帮帮我，想办法。这事儿可难办了。是啊，
都不知道怎么应付他了。要不，你就想个法子难为难为他，让他碰上一鼻子灰，他就不敢缠着你了。咋难为他呀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 看他敢不敢，就这么试试。田队长，什么事儿？有位姑娘找你，让进来。是。 田哥，哎，我那天态度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哪能啊？不过三浪，我对你完全是真心真意的。自从一水重逢，我就心不由己了。我不怕你笑话，我是夜夜想你。我对你完全是真心的。谁知道你是真心诚意还是虚情假意啊？ 没准还虚情假意呢。你看你，那你说，你怎么样才能相信我？这样吧，天哥，你要真是对我真心实意，你就再给我弄点东西，全当给我的聘礼。 太好了，没问题呀！你说你要啥吧？都写好了，就这个。这哪是要聘礼啊？ 这要我命呢？那你是要自己的命，还是要我给你当媳妇？你自己选择。我的天呀，你这不仅是要我的命啊，要我全家的命呢！你这是啊？ 写了两个字给他，那俩字儿，你就这么写给他了？嗯，我就那么写给他了，看他还敢不敢给我找麻烦。那他要是告诉鬼子咋办？应该不会吧？他要告诉鬼子早就告诉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我看他还算是个好人。这当汉奸的能是个好人吗？你可别大意了。 要是告诉鬼子，我就跟他同归于尽。这事可悬，你得留点神啊！弟兄们，兄弟我遇到点难处，也希望各位兄弟帮我个忙。大哥，有啥事儿您就说呗。 让我们干啥，我们干什么。别说的那么轻松，掉脑袋的事儿。啊，这么严重啊？
兄弟们看看。 要这玩意儿干嘛？那我不管，反正人家开口了，我不能变成怂蛋。该不会是那个吧？他干什么我也不管，反正人他要了，我就得给他弄去。还别说要这个了。 他就是要天上的月亮，兄弟们得给我打把梯子，我上去够去。干！谁让咱们是把兄弟？不就是掉脑袋吗？这东西在日本人手里，那就是对付中国人。咱能弄出一点，咱弄出一点，一是帮我的忙，再一个，咱对得起良心。 我以前跟兄弟们说，不愿意干的，只要悄悄的不声张，我二话没有。如果愿意干的，别给我丢人现眼。干！桑桑，桑桑姑娘。 兄弟们回去吧。是是是。走走走走。嗨嗨嗨嗨，你那儿忙活什么呢？又不是给你的，该干啥干啥去。嘿嘿嘿。桑桑，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置办齐了，一会儿你好好点一点。 东西是放这儿了，但我得提醒你，怎么处置可是你的事儿，小心点。三三。 真把东西弄来了，可不是嘛？那咋办？这个田小德，他还真是。本来想为难他，没想到他还真给弄来了。不行，这白来的大礼啊，不要白不要。嗯，这样吧，秋茹，你啊，赶快去莫斯科的边区政府，让郭局长派几个人过来，把这些东西给运出去。嗯，好，按这就去，快去。嗯。 听说你们最近闲得慌吧？给你们找点事儿干。啥任务？还是葛庄，桑桑给我们弄了一屁股气，你们去把它运回来。桑桑，他哪有那么大本事啊？<笑>自从你们上次打到葛庄以后啊，竹林就下了命令了，要他们务必加强防范，林木呢在葛庄的周围增设了一些关卡，而且还组织了日伪两支巡逻队，不间断的巡逻。 所以说这一次情形大不一样了。郭局长，您放心。
葛庄就是龙潭虎穴，把一把武器给运回来。好。会长，检查一下训练结果。行。哎呦，田队长。田队长。哎，好。您坐，您坐。您坐，坐，坐。坐，坐，坐。嫂子，我是想问问。哎，你看我这聘礼都下了，咱俩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，对吧？啊，片队长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们山里人说话呀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这聘礼我们都收了，哪能说话不算话啊，是吧？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就是，婚姻大事又不是儿戏，哪能说话不算话呢？田队长，您就放心吧。是啊，是啊。这三个不发话，我这心里不踏实啊。田队长，哎，你先回去吧，等我消息。行，那我就先回去，走了。哎呀，哎，田队长，您帽子，帽子，田队长。希望我等来的是个好消息。哎，您慢走啊！慢走啊！慢走啊！俺也不知道咋办了。这个田小德为了你啊，他真是豁上了。这都啥时候了，你还说这话？要不，你去找北辰哥，让他带短签班来，收拾那个田小德，一了百了。不行。田小德虽然是个汉奸，可是这骨子里啊，还算是个好人。他之前帮咱们救过陈大姐的女儿，又帮了北辰哥他们，后来还帮咱们弄了武器弹药，杀了他是肯定不行的。这杀又不能杀，嫁又不能嫁，难为死人了。照我说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啥办法？走。走？对，离开葛庄，让田小德再也找不到你了。强人所难，好吧。你等会儿。啊，你走可以，我得把话说清楚。我田小德现在没有用了，是吧？我该帮你的都帮了。该给你的也给你了，现在你可以卸磨杀驴了，是吧？把我扔在这儿，不用管，不用问了。行，你走吧，走。田哥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不是这样想的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当初你们要救红布那对母女，让我田小德帮忙，我二话不说我帮了。后来。我要来这葛庄当这个中队长，我不情愿呀，我怕落下一个汉奸的骂名。你说去吧，这样能为中国人做事儿。我来了，我二话不说我就来了。再后来，你的那些亲戚深陷葛庄，是我冒着杀头的危险我给送出去了。对了，还有，你管我要那些要了命的聘礼，我一样不差，一样不少，我全给你置办齐了。你说我做的哪一点不仁至义尽？哪一点不是情真意切啊？你现在就这么就走了？你这良心让你过得去吗？田哥，我知道
我知道你为我做的这一切，我都会记得的。你是真记得还是假记得呀？真的。桑桑，我不是埋怨你啊。那天送你那些亲戚出关卡的时候，你都听见了，你都看见了。我跟铃木太君说，我说这是我未来的媳妇儿啊。现在铃木太君天天催着我赶快跟你结婚啊，说我要把家落在葛庄，他就放心了，就会更加相信我的忠诚。你说你这一走把我扔到这儿，你留下我你就不管了，这铃木太君要问起来我咋说呀？啊，桑桑，你有没有为我想过呀？该说的话我说了，啊，你自己看着办。田哥，货郎都替你想好了，把家伙都交给货郎。分组行动。安呐，货郎，我们在里面等你。好，注意安全。走了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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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。这是接个真头线的啊！你过来，过来！哎，老总，哦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快点，快走！嫂嫂，嫂嫂！哎，强哥！哎，你们可来了！桑桑呢？嗯，桑桑啊，他有点事儿，让俺在这儿等着大家。是吗？安姐们呢？你去哪儿找不着你？俺怕他们认出来，脸上磨了点国徽，在后面跟着呢。姐夫，你小子还挺能的呀！走走走走，进屋。憋死你！哎，走吧走。哎，你走着。干嘛？哎呦！过来。行了，走吧。你，坐坐坐坐。行了行了，快走快走。过。哎，站住！过。走。走，你走。快走。装什么装？少一个，啊？刚赢的吗？什么时候赢？就刚才。你去你的吧！玩赖你！快点儿，磨蹭什么呢？快！
我们各庄的小张的爹娘死了。这咋一死就死俩呢？啥账号？这一段我们各庄净闹搬人，死了好几家了。我们俩侦查的情况就这些。锦儿小鬼子不敢开棺验尸，肯定是怕被瘟疫传染。我倒觉得这是个办法，咱可以把武器弹药放在棺材里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好，这主意不孬。这办法是好，但是我总是觉得，这次运的不是别的东西，是枪支弹药。万一有个闪失，不是，别人的棺材能运出去，鬼子不检查，凭啥咱的棺材往外运，鬼子就要检查呢？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万一有个突变，我们的人可以冲过去，可是枪支弹药能长猪腿跑过去吗？老方说的对，这桑桑啊，为咱弄点武器弹药，他不容易。布朗，咱这些人里边，你小子鬼点最多，说说，你有啥法子？哎，你敢说呀？嗯，咱们呀，还得再破费点本钱，多加一口棺材才稳妥啊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嗯。大哥，不是把聘礼送过去就没咱们事儿吗？怎么又整这么一出啊？你想啊，他一个姑娘家，那么大的箱子，那么多枪弹，他一个人扛得动吗？他肯定要找人来帮他运。兄弟们，你们分散在各个路口，见机行事，配合一下。嗨，管这么多干什么？万一露了馅，大家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懂个屁！这些枪弹要被鬼子发现了，他肯定要追溯来源，到时候我们谁能藏得住？为了我们自己的性命，也得赶快帮他把这些东西都送出去。我也不清楚这些人都是哪条道上的，不过兄弟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。第一，要防小鬼子；第二，要防布兰珠的手下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快去。
看年了，一个都不能放出去。行，是。放出来！哎呦，憋死了！想出来啊，火狼，你就多待一会儿吧。今天要不是你出这鬼主意，还真要坏大事呢。俺就多抬你一会儿，倒是奖赏你了，是不是？憋死他！你哎，里边人挺舒服的，待着吧啊！火狼扔了吧。哎，前面有个水泡，扔水泡。哎，大哥，你说俺刚才演的像不像？像，啊、确实像。真好，刚才看到我拦住的时候，真把我吓一跳。大哥，你说这些子弹和枪能打死多少小鬼子？能打很多的小鬼子。火狼还不出来？行了，秋叔，哎，往前面走。这边是吧？对，抄近路回去。好嘞。哎，那边。大哥，前面有人。赶紧放出来吧！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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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呀，出来！放我出来！出来吧，过来！哎，憋死我！干嘛呢？这不是死人了吗？俺们那是埋死人。幸亏不是你躺在里面。我找班长去。班长，俺的个乖乖呀！这刚才要是俺躺里边啊，俺还不得来个春心凉啊！火狼，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吗？你那俺还怎么见你啊？你真狠着的！行了行了，快走吧。谢谢小伙。走走走，好，走。哎，
加把劲儿，天黑就到喽。走走走。我要来这葛庄当这个中队长，我不情愿呀，我怕落下一个汉奸的骂名。你说去吧，这样能为中国人做事儿。我来了。一样不差，一样不少，我全给你置办齐了。打走了小鬼子，俺就回来娶你。俺会记住俺的承诺的。逞能呗！下一组你们谁来啊？桑桑，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啊！徐尚浩，哎，那批武器弹药足够咱们八路军装备一个排的，打鬼子又多了一股力量啊！你去葛庄不久就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，不简单呐啊！看来当初派你去葛庄是派对了。葛庄虽小，大有作为，好好干啊！顾局长，俺怎么了，桑桑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不是离开你北军哥时间久了，想他了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？人之常情嘛。啊，走，看看他去，他正在练兵呢。可是俺还没汇报完工作呢。哎，一会儿再谈。我跟你说啊，北军他们接到通知了，马上要走。走。怎么样，罗将，不行吧？天响了，有两下子，要不要给我摔跤？摔跤啊！谁给我摔？哎，大哥，你看谁来了？走吧，你带他们接着练。你瞅，玩的，嘿，咋来了？我咋不能来啊？这地儿就许你来。我跟你说啊，自打你去了葛庄，俺这心里可一直惦记你啊，怕你啊出啥事儿。你一个大活人能出啥事儿？这不好好的吗？哎，对了。你那个同学有没有去找过你啊？啥同学呀？就是那个田小河呀。没有，他找我干啥？没有就好。对了，郭局长还在那边等着你呢。那这样，
你先去宿舍等。去吧。魏局长，魏军，桑桑说您找我。是这样，自从咱们山东分局啊撤出王庄了以后，鬼子就把那设成了据点。最近有一批南下的日军进驻到了王庄，就驻扎在咱们山东分局曾经办公的那个大院里头，天天杀鸡宰羊，庆祝他们死不会的生日。魏长，你什么意思？咱去戳他一下。这个马蜂窝可不是一般的马蜂窝啊，因为光小鬼子就有百十号人，听说还有一些重武器。咱们就是要戳，也要想好了该怎么戳的。魏长，那您什么意思？子木匠对那个地方的情况相当熟悉，你先和他一起化妆侦查一下，等把小鬼子情况摸清楚了以后，再采取行动。好，我们马上就去。好。快就回来了啊！你们也成长腿子了啊！王章情况怎么样？情况都摸清楚了，但是打不了。怎么打不了？哎，这可不像你翟信手说的话啊！怂了？不是我怂了，是王庄的鬼子啊多如蝗虫。咱麻雀班啊是眼大肚子小，这根本就吃不下。如果硬拼，那说白了就是带兄弟们去送死。谁让你们硬拼了啊？不是说好了是一场突袭战吗？突袭？对呀。咱们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啊，要在沂水的西部打一场伏击，最大的顾虑就是王庄的这些小鬼子。你们的任务干什么？就是在油锅里头撒一点水，机智灵活的牵制敌人，让这帮小鬼子们不敢轻举妄动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声东击西，懂吗？郭局长，如果要打也可以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，你说。你看啊，这好马这得配上好鞍，对不对？就目前这短枪班的武器，这根本就不行。如果硬拼，那我们没有任何优势而言。哦。你看上回桑桑不是给咱们送回来一些武器吗？你看能不能也分我们短枪班一些呀？就是嘛，不用你提，我早就给你们想好了。真的？我还能骗你吗？啊！老总，我回来了。哥，你这弄啥呢？咋弄得跟新娘子似的？咋的？是不是着急想让俺娶你了？你不想娶俺当媳妇啊？想啊，俺做梦都想啊。哎呀，俺有时候也想想，这鬼子还没打走，俺这心里真不踏实啊。你说这万一哪天小鬼子子弹不长眼睛，再把我打死，你说你不成寡妇了吗？瞎说！你是猫驮生的，有九条命呢。叶全哥，要是眼巴前儿，俺就是你媳妇儿，你滋不滋啊？滋啊，那还不滋穿肠子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到时候娶你的时候，我即使没有八抬大轿。最起码给你弄个毛驴儿，把你搭过去。再不济，俺呢就学猪八戒背媳妇儿，好不好？俺看你还真是猪八戒。你就准备让俺蒙着脸跟你说话呀？嗨，还以为你就喜欢这景呢。
嫂子，你长得真俊。你说哪来这福气啊？玉泉哥，俺燕儿今晚就是你媳妇儿，行不？那咋不行啊？你说你今儿是咋了？老拿这些话聊不完，给俺心里弄得痒痒的。咱吃饭吧，来，嫂子，我这肚子都饿了，咱吃饭。来，吃饭。新娘子，咱们吃饭喽。先别吃呢，啊，咱先喝酒。好，听你的，喝点。敲杯酒啊，是不是早了点儿？玉泉哥，按照咱沂水这地儿的老规矩，三杯酒，感情有，来喝。生生死死一辈子。好了好了，嫂子，咱不喝了啊！你都胡说了啊！嫂子，人家九杯酒是天长酒，你这那一喝口听着，让人心里多不舒服啊！好了好了，来，再吃点东西啊！这个就挺好。可是这年月，谁家还有个白面，只能委屈你了，让你吃个失心饼。不是，嫂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喝点酒净胡说。人家宽心面是新婚之夜才吃，还有那失心饼。那鬼来吃失心饼，咱俩两个大活人吃什么失心饼啊？哎，别碰，你一定回头快压一压，压一压。俺今晚住这儿，
明天再回果川。不，嫂子，你刚才说住这儿。住着也行，反正俺呀也不会犯啥错误。嫂子，嫂子，哎呀，谁呀？来啦！怎么了，姐？快进来。这里是王庄的炮楼，这里是王庄的大门，这里是王庄的马厩。俗语说得好啊，这打蛇
七寸。这王庄大院可是小鬼子司令部啊，是他们的重中之重。所以说，俺们第一组呢，就放在这个炮楼这儿。你们看，谁去啊？班长，这件事儿啊，非同小可。鬼子的炮楼啊，离这王家大院太近了。一旦处置不好，会把打王家大院的人啊包了饺子。依俺说呀，这个关键的位置啊，还是班长您亲自去才算稳妥。好，既然你们信任，那俺就去完成这个任务。可我一个人也拿不下这个炮楼啊，你们谁愿意跟我去？既然大哥亲自去，那俺就陪大哥走一趟。这个地方俺熟，打起来也顺手些。好，那我们俩是第一组，我们接着看第二组。这第二组就是王庄的大门。哎，首先要在战斗打响前，先把这个门楼的两个岗哨先拿下，一定不能让院墙里的小鬼子跑出来，不到战争结束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这第二组，你们谁来啊？我去吧，韩哥、王大哥去。好，你俩一组，剩下你们三个人是一组。你们呢，就要守住这个门径，记得，你们要跟老方子们形成夹击火力。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这次去是扰敌，啊，绝对不能恋战。行动结束，我们还在老地方集结。都明白了吧？明白。分组行动。慢点啊，快点。桑桑姑娘这个病可不是平常的那个感冒，这是阴症伤寒呐，可不是三五服药能够治得过来的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这都吃了好几副药了，这病情啊没见好转，倒加重了。别着急啊，我想办法。小鬼子一旦从炮楼上下来，去增援马厩的话，咱一定要想办法拦住他。明白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鞋换啊？鞋带呢？丢了。呸！你咋这么抠呢？别说了啊，那可是俺对象送给俺的定情信物。呦呦，还你相好都送给你的，谁信呢？你找死是不是你？我说你俩是不是闲着没事儿？赶紧睡呀！回家吧，我躺下。陪我你啊！呸！别！你们都不睡是不是？你睡觉。鈴木。は。最近八丁の動きが活発だ。空城ワンジワンが襲われて、私がこのわけにもいかんでやろう。自分がいたわないばかり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諸君、先日宮城庵が襲われ、皇軍協力軍20名余りが散った。そして昨夜万寿庵が襲われ、80名余りが散った。これは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。諸君、考えてみてくれたまえ。このような大胆な行動をするのは一体誰だ。全くもってけしからん。太君，据我所知，这些人只是一伙土八路，小麻雀而已，成不了大气候。とりたいものです。貴様は田舎者と虫けらがこの100人もの命を奪ったというのか？あ、不，太君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天さん、貴様はどう思う？你的意见呢？太君，以我的看法，这些人现在是不是土八路，还很难说。太君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有一个人就在其中。そいつは一体誰だ？是什么呢？方同山。东翔。玉子一战，我们剿灭了国民党的警察大队，方同山就是这个警察大队的大队长。だから警察隊に対して言ってます。やつはまだ死んではいなかったのか。他还活着，活着，不但活着，前不久他还在这里闹事。天のみならず、いまだに抵抗していると言ってます。鈴木、さあどうも。自分が主に最もあり得るのは八王の正規軍だと。正規軍？我々以前八王の兵工所を襲撃し、甚大な被害を与えました。敵は必ずや報復を考えるでしょう。この空城庵は皇軍の弾薬庫であり、敵は手始めに襲撃してくることは最もあり得ます。また今回我々に被害者は数百人を数えましたが、これは地元八王にできる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。諸君、宮城庵を襲った者が田舎者であろうと、ファントンシャンであろうと、正規軍であろうと、気を抜くでないぞ。そして今日から警戒を引き締め、奴らの行動を追え、奴らを捕まえろ、そして消し去れ。分かったな？はい！はい！田所长，林木太君。田所长，哎，你有什么心事啊？愁眉不展。林木太君，我媳妇儿病了，病得很重，很多郎中都看不好。啊，我的军医医术很好，我可以请他为你媳妇治病。哎呀！
太君，那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中日本来就是一家。哎，我们来中国就是来帮助你们建设家园的。再说，你是老实人，好人，我的帮忙是应该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。さよなら。さよなら。そうそう。多少给点，多少给点，是是。老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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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老总，老总。谭队长，给钱了吗？给了，给了，给了，给了。老乡，给你钱了吗？送回去。是。穿上这身狗皮，已经就让人瞧不起了。你们还干这种不是人的事儿，谁还能瞧得起咱？你娶媳妇了吗？没有。活该！你干这种龌龊的事儿，以后你一辈子娶不着媳妇儿。以后再让我发现你们干类似的事情，我一枪一个。严肃遵纪，非常好。哎，应该的。走。